你好啊。咬我！算了，给吞天王也是给，给他也是给，只要能让地火莲子多余的能量离开，他俩都一样。以美杜莎女王的实力杀我易如反掌，不过你现在却并未这么做，我想你的实力还没恢复吧。想要吸干我的斗气，那我即使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你再次重温一火焚身之痛。以美杜莎女王的实力杀我易如反掌，不过你现在却并未这么做，我想你的实力还没恢复吧。想要吸干我的斗气，那我即使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你再次重温一火焚身之痛。你是第一个敢威胁我的人，你也是第一个咬我的女人。刚才的那股能量应该就是地火莲子，当初若非因为收取青莲地心火身受重伤，这等宝贝怎会被我落下。没想到到头来最大的好处竟然被你给得到，那古河怕是气得不轻。女王陛下不也是成功进化，你得到的好处也少不了。若非当时处在关键时刻，我早就亲手宰了你。人类，不得不说你的胆子很大，你不仅敢独闯我族神殿，还敢将我所进化的本体当作宠物来。这份胆量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我可不敢，只是那条吞天蟒它好像喜欢跟着我。那需不需要我叫你一声主人？现在的我实力的确没有恢复，不过在我下次苏醒之后，我会取你性命。哼，小家伙等着吧，这世上有资格当本王主人的人还没出生。